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狗狗一直都是人类的好朋友，自古以来都陪伴在我们身边，早就融入人类生活了。但是，却有很多人养了狗狗之后，却发现怎么跟别人家的不一样。今天，我们为你整理了五种最让你意想不到的狗，第五种甚至会瞧不起主人。现在，开始今天的主题吧。第一种，哈士奇。哈士奇英俊挺拔的帅气外表。 一直都让人着迷，有着像狼般的长相，令人联想到它应该会是很棒的护卫犬。很多人没想太多，就养了哈士奇犬，想要帅一波，没想到却是灾难的开始。哈士奇的智商在狗类中其实排名在四十七，明明就不笨，可是为什么那么难照顾呢？其实是因为它的服从性极差，常常不甩主人随心所欲而已。 哈士奇的各种拆家行为已经不是新闻了，各种二哈表现甚至都出现一堆表情包。不过也因为这种反差萌，让许多人反而喜爱上哈士奇。所以如果想养哈士奇，你可能得是个心胸开阔、充满爱与包容，还带点幽默感的人哟。第二种泰迪贵宾，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就是泰迪贵宾。泰迪贵宾像泰迪熊玩偶般的可爱长相，让人爱不释手。 而且泰迪贵宾的智商很高，懂得察言观色，乖巧听话，也没什么脾气。而且它是不会掉毛的，身上也没有什么体味。它是一种活泼、体贴又安静的狗，获得了绝大多数主人的喜爱。看似优点满分的泰迪贵宾，为什么会上榜呢？因为养它需要花很多钱。泰迪贵宾的毛发非常卷，如果没有经常梳理的话，很快就会纠结成一球。平均两个月。 就要带它去理发、修剪、造型，想要维持泰迪贵宾可爱的外形，你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及金钱哟。所以，如果你平时很忙碌，也没什么预算，养泰迪贵宾可能会让你崩溃的哟。第三种柴犬，柴犬在日本算是古老的品种了，它们的忠心及聪明的智商，还有它甜美的笑容，让人觉得它很好相处，一直都受到人类的喜爱，成为了很多人养狗的第一首选。 但是他们的固执及脾气差也是出名的，如果做错事被骂了，还有可能生气跟主人吵架哟。公园里最常看到趴在地上耍赖不回家的，就属柴犬居多了。只有当他玩到心满意足了，才会乖乖听话回家。还有就是别看柴犬是短毛，它的掉毛非常厉害，每天回家都要花不少时间清理它的掉毛，清到怀疑人生。不过除了这些缺点， 柴犬是很好养、很健康的品种，还是获得很多主人的喜爱。如果你也想养柴犬，最好是本身也喜欢活动的人。柴犬每天需要大量的运动来消耗能量，不然可能会精力充沛，无法克制的破坏家具哟。第四种，法斗犬，体型娇小，满脸褶皱，长得呆萌可爱的法斗犬，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吧。对于这种长相可爱的法斗犬，总是爱不释手。 让人想带回家养，不过它有很多缺点哟。其实法斗犬是一种富贵狗，一身富贵病。法斗犬的体质比较差，感冒、发烧都是常事。而且因为鼻腔结构的原因，稍微运动一下就会呼吸不顺，甚至是休克。法斗犬还特别容易有皮肤病，总是要帮它喷药护理，搞得自己好像护理师一样。而且法斗的智商。 在狗界中排名第五十八位，算是比较低的，总是给人一种笨笨的感觉。想要对它进行一些基本的训练，可能每个动作、每个技能都需要教它几十遍，而它还是露出一副懵懵懂懂的表情，这真的挺让人崩溃的。想要养法斗当宠物的人，你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爱心来照顾它哟。第五种，边境牧羊犬，我想你已经猜出来了。 就是边境牧羊犬，身为狗界智商排行第一的边牧，因为有着帅气哥哥的外表，能理解主人的指令以及聪明体贴的个性，让人忍不住想养一只边牧来陪伴。可是由于它太聪明了，有时候会对于主人愚蠢的指令感到不屑一顾，脸上还会露出嫌弃的表情。饲养它每天都像在斗志一般，它会不断刺探你的底线，向你挑战你的极限。 因为牧羊犬的天性，它们可能会试图在家里管理家庭成员，甚至连主人也纳入它的管理名单。如果你表现的不好，你可能会得不到它的尊重哟。还有，它每天需要极大量的运动时间，它要靠尽情奔跑来消耗体力，也喜欢各种具有挑战的训练。所以，如果你没什么时间及场地陪它训练，可能会让它感到失望而做出许多叛逆行为哟。 狗的寿命不长，它可能只是你的宠物，但你却是它的全部。所以，如果想养宠物，真的要认真考虑清楚哟。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影片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赞哦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